大哥，你们接下来要派出的是谁？ 我来对大长腿吧！哇！龙哥，挑战邢昭林。身高优势，身高优势，身高优势。手撕小玲玲。手撕小，太残暴了！邢昭林保重啊！加油加油！你有什么想对龙哥说的？龙哥，嘿，你过来呀！好嘞，3、2、1，出发！ 龙哥迅速地走到了中间。哎呀！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架住！架住！架住！先上去！先上去！架住！先下住！先下住！好。 快去急救援！快去急救援！龙哥，你太残暴了！龙哥现在在空中摆出了一级体操姿势。学长！啊！